你们这是创业了吗？对，好漂亮啊，两个美女，我可以拍一下你们吗？可以可以啊，两个美女真的好漂亮啊！我本来不想吃烤肠了，你过来一看，两个美女，过来吧。口味也很好的，是吧？可以尝一下。好。3块钱一根吗？3块钱一根，5块两根，你要？帮我拿两根吧。两根什么口味的？看一下下面。你说海棠味的5块是吗？对。它是料不一样，放啥呀？对，不一样，海苔和肉松都有，还有沙拉酱，还有那个番茄酱。那给我一个海苔的，一个香辣的吧。一个香辣，一个海苔，打包吗？打包吧。你们这儿创业几天了？一个星期了吧。嗯。现在以后，那美女都摆摊了。搞个副业。别说男生看了，女生看见都想过来。美女喜欢美女。对。关键你们确实很漂亮。你们总共有多大吧？我们26、27了，现在。哇！我们这个在别的地方一般是卖8块钱的，然后我们就刚开始嘛，就想着吸引一波老顾客。这是你们自己琢磨的口味吗？对，酱啊什么的都是用的最好的东西。这个馒头我自己来吃的。对，鹌鹑蛋是这边烤的，就是这个椒，香辣的哈。好，能吃辣吗？我这个辣可以可以，有点辣。能吃辣。哇，好讲究啊！给美女的要装好。哎呀，以后经常来，我最爱听好话了。太好了，太爱说话。好，烤肠在后面。这个怎么卖的呀？这个也是一样的，5块钱两根。鹌鹑蛋，你给我一根就可以了。一根。好嘞。为了成为你们这样的美女，我得减减肥，不能吃太多。不减也好看。哎呦。你这人天天就爱说实话。那可不。你们俩把我夸晕了都。没事，晚上就坐着听我俩夸你。我翻一下就好了。两位美女做了这个烤肠，我天哪。把那两个再转一下。这个要辣的吗？哇，美女做的啊，那两个美女这来挺好漂亮啊，好吃啊，啊这个美女的料味挺好的，这个5块钱一根，海苔好香啊，配着这个淀粉肠，还有这个肉松，好吃、啊。